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特别是817公报，严重干涉中国内政，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中方依法对近期美对台售武的主承包商及其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近年来参与美对台售武和串台参加台美防务产业论坛的军工企业，采取反制措施。我要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任何国家、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不要低估中国政府和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和强大能力，都不要妄想在台湾问题上越界踩线而不用付出代价。